早っ。亲爱的。Así te quería agarrar, puerco. Cerdo depravado. Chinja, con él, ¿qué tal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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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Qué hubieran hecho ustedes? ¿Qué tal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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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¿Qué tal?总文队长，我有权监管你们的行为，而且浩一什么时候是你家的了 ？La waifu. Es una muy buena pregunta, la verdad, y no sé qué contestarte. 浩一本来就是我的，我的，你妒忌啊？浩一是人，又不是物品，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。大家都别吵了。Estoy un poco nervioso. 哎呀，又吵起来了，他们就不能和睦相处吗？从这里出发。Algo no está bien。林渊，你一个人在这干嘛呢？这是地图，我们在这儿喽。嗯，我在标注，尽量按我们昨天的路线返回。不愧是林渊，就是可靠。Este muchacho me llena de orgullo。太好了。哎呀，你看你都干了什么？Esto se va a poner feo。啊，嗯，紫瞳只是劝架的，你划破她裙子干什么？哼，吵死了！谁叫你躲躲闪闪的，我才打到她。Esta puta loca！你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哎呀，你们怎么又吵起来了？哎，林渊，我过去。是，林渊。嗯，林渊，你怎么了 ？Nosotros. No, por favor, Dios no！可是我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啊，电话昨天晚上就不能用了。去营地和老师他们会合，可是只有林渊认得回去的路。我刚刚和他交流过，我大概知道路。我们收拾一下，我背他走，先把地图和指南针拿过来。Ahora sí viene lo chido。江浩一，你可以啊，居然把我女儿拐到这种荒郊野地来。妈，你闭嘴，居然背着我跑出来，还没吃够苦头吗 ？No。你今天必须跟我回去，不肯走，我就绑你走。我跟你回去。哇哦！Otra, otra,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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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. 怎么突然这么听话了？我想带上一个人。不行，不是浩一。林渊是因为我才累晕的，要赶紧把他送医院。Esa es mi chica。我已经和你们老师打过招呼了，你们的野营就提前结束吧。我已经叫了越野车，一会儿就能来接你们了。La vida se ha preocupado tanto por mí。那我们，我是怪，别看，你脱什么衣服？经历了野营的一系列，真是磨掉了半条命，还好最后得救了。本来以为可以在家里放松放松，紫瞳又突然说要过来还衣服。啊，嗯，你以为你对不起的就只有雪梨吗？那个叫夏紫瞳的女生也喜欢你吗？你对得起她吗？我看见门开着，所以我不是故意偷听的。紫瞳啊，抱歉，我都没注意到你来了。La waifu. Este pendejo, este pendejo. 那个，我看我还是下次
这 No 其实我一直想问，雪梨的性格为什么那么别扭？你们以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？そうだ、みんなで変顔しましょう。変顔。変顔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啊，雪梨交过男朋友？嗯，那之后，雪梨和学长几乎形影不离，全校都知道了他们的恋情。Seis horas y media después。新年舞会的通知贴出来了，今年咱们去吗？今年我去不了了。哎，你不去，雪梨也不在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了。张东。舞伴还没找到吗？El prota。嗨，学长，走吧，我们还要准备舞会的事。可是，听话。嗯，那郑东，我先走了。哦哦，好，再见。亲爱的，你朋友旁边那个人是谁啊？哦，不认识的。La decepción, la traición, amigo, me engañaste。要是我早点察觉到那个人的心思，就不会让雪梨那么痛苦了。Nos inspiras a todos. Amén. 12 en punto, medianoche. 雨泽，你搞什么？哟，雪梨学妹，你也来祝贺我们订婚？ Desgraciado. 原来只是个装腔作势的人，以后还是躲他远点，脸都丢光了。Ya no puedo seguir viendo eso. 自从那天后，雪梨在学校越来越孤立，大家在她背后指指点点。甚至有的人当众嘲笑雪梨。Me duele. Mañana. 好，我们出去走走吧。你不知道，你不在的这些天，郑东那小子都快成蔫茄子了。雪梨。En ese momento, Cell sintió el verdadero terror. 那之后，他就变了。不久他就跟着阿姨出国了。那浩一现在还喜欢雪梨吗？放心吧，等这次把杜宇泽的事情解决了，我就和他说明我们的关系。浩一，你真的只把雪梨当朋友吗？ No me creería si te lo dijera. Si te gustó la cochinada, deja tu like, suscríbete. Y recuerda, si ella no te ama, no importa, porque yo sí. FBI, enviad aquí al mejor agente. Acabo de ver una cosa espantosa.